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人，即发大心，就应该用至诚心啊去表演，积累善本。善本是什么呢？三恶无恶，反过来就是善本。用三恶无恶是恶本，所有一切恶业的根本，翻过来就是善本。不善不贪，不嗔不痴，啊，不慢不疑，事出世间所有的善法都从这生。我们的心本来是干净的，本来是清净的，